知名作家宅女小红凭借幽默的谈吐在网络上累积大批粉丝追随，婚后育有两子的她也常在网络上分享育儿日常。近日她在社群平台发文透露，带儿子出门时忍不住在公共场合打骂儿子，她无奈地表示自己跟孩子重复说同一件事，孩子就是不听，令她无法控制脾气才会骂孩子。宅女小红坦言，以前在路边碰到臭骂孩子的人都会觉得那些父母情商很低，如果没耐心就不应该生小孩，结果自己当妈妈之后态度就完全变了，更呼吁网友们如果看到她在路边痛骂小孩，希望大家不要认为她是疯妇。天文公开后马上吸引了不少同样身为妈妈的网友留言，纷纷表示超级认同。Bye.